们的洪大队长，我们的陈忠队长，我们今天哈非常感谢我们疫情大队，啊，带着那种鼓励的心情来给我们的疫情的弟兄们，还有我们关山分局的同仁，还有我们战斗的贵宾，一种内心的一鼓舞了啊！我想我们年关将近，那种温暖啊，带给我们啊，带给我们动力啊！大家喝喝酒，那我老人家关山地区在用品，干嘛多发达的啊？安心的，对不对？安利安的成功啊！哦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感谢。